就这个呀？我和喜剧大师憨豆的合影是吧？你看，我们全剧组，人家憨豆老师来探班，30多个人呢，你P掉28个，就剩下我们俩和这些马赛克了是吗？这朦朦胧胧、云里雾里，干嘛呢？鹊桥相会啊！老公，你别着急，咱有正经东西呀、啊。Look 剧照，告诉我，这哪个是我？这都是啊。这是我演的壳，我在里边呢。知道的是我演了个嘎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咱家卖海鲜的呢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就这么演的，我就这么照的，看见没？我老公长得多帅，演的多棒。老公，你掰开点啊！掰不开了，我是卖海鲜的。哎，老公，不是你上哪儿去呀？